陈亮言，先帝创业背叛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称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就节奏，你气势要一直含到陛下也，那含着不放，到后面才放出来啊。诚以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就是你的每一个字都要清清楚楚的放出去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以妄自菲薄，隐喻失意，以色忠谏之路也。啊，以色忠谏之路也。那个以色忠谏之路就有一种就沉下来的感觉，也是负面的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，制伐赃匹不宜异同，若有作奸犯科，即为忠善者，依附有司，论其行赏，以昭陛下平民之礼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这你有说明的一句，内外异法也，不要急着把它说完，你会划掉啊。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毕邑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。良实，你这那个，你慢慢说，不要急哈。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，欲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必补缺漏，有所广益。到这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来这个地方啊，宫中府中俱为一体，制伐赃匹不宜异同，若有作奸犯科，即为忠善者，依附有司，论其行赏，以昭陛下平民之礼，不以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就是抓一下那个予以为，就是有时候你要有那种，这是一个换，这是一个情感微微的换啊。比如说我前面是在告诉那个皇帝说，这将军向统怎么怎么地，对不对？将军向统性情服君啊，想知道小唱军事啊，是由于昔日先帝曰称之曰能，是以先帝啊，是以众议取水统为都。到这边这是一个情感，到这儿你看啊，是以众议举宠为都，予以为要拉起来，这底下不要讲到重点来了，所以用声音来暗示他进入现场。予以为宫中之事啊，说错了，予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。这地方嘣嘣嘣，刚刚那个是大家知道的，现在这个是我要说的，对，情感就换过来。是文章里的关键句啊。哦，好。那关键句要换过来了嘛？啊，就到这边优劣得所啊，优劣得所到这儿相处的部分结束了，底下要拉起来啊，从这儿开始啊。嗯。亲贤臣，怨小人，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。亲小人，怨贤臣，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。六七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这要说故事的感觉，所以你还在吗？对不对？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陵也。叹息痛恨，气不住了，就偷一下，于桓陵也。把那桓，因为桓陵是罪魁祸首，一定要把他名字讲清楚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啊。